在浩瀚的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交汇之处，在非洲南端南非共和国的开普敦市，有一座山顶截平的高山，它以无比壮美的形态被人们誉为上帝的餐桌，它就是美名远扬的桌山。当你隔着海湾远眺衬托在开普敦城市中心背后天际线的时候，桌山规则而形象的桌状剪影令人震撼，引发遐想。许多人会情不自禁地发出惊叹，啊，这确实只能是出自上帝之手的杰作。但是在地质专家的眼中，这个平平展展形状规则的桌山只不过是地球变迁历史中碰巧的产物而已，可不是吗？这个世界到处都充满着这种巧合。在46亿年前宇宙的大爆炸中，碰巧出现了一个太阳系，在太阳系的形成过程中，碰巧出现了一个地球，在地球演变的历史中，碰巧在非洲的最南端出现了一座像上帝餐桌一样的桌山。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系列地质事件碰巧的结果。是的，当今我们所看到的山河大地，许多奇特美景的地质地理景观，都是宇宙中各种错综复杂事件相互交汇的碰巧的结果。当你仔细观察南部非洲地形图的时候，就不难发现，在大片的山地和高原的南边，沿着非洲南端好望角的滨海低地，有一条东西向展布的山系，它好像是为非洲的南端裹上了一条围巾，因为它看起来与北部的山地和高原大相径庭。它确实是大自然送给非洲大陆的一份额外的礼物，这就是著名的开普褶皱带。它是数亿年前在这里发生的地质事件非常碰巧的产物。打开南部非洲的地质图，开普褶皱带就更加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眼前了。我要追索它是如何形成的，那就要回到大约11亿年前。当时全球只有一片饭堂，叫做罗迪尼亚，它是由许多古老的路块拼合而成，孕育着当今七大洲最原始的地块。后来由于地球板块运动的驱使，大约在7亿年前，罗迪尼亚泛大陆开始发生了分裂。非常碰巧的是，这个罗迪尼亚大陆发生分裂的裂口位置，恰恰就在今日非洲南部及南美洲之间。大陆分裂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裂谷，海水沿着裂谷倒灌进来，形成了一个叫做厄加勒斯的汪洋大海。海洋是所有岩石风化剥蚀产物的最终归属地。在漫长的地质岁月中，风化作用产生的沉积物在厄加勒斯海里沉淀堆积，形成了数千米厚的沉积岩层。它
他们记录了一段汹涌澎湃的大海变迁的历史。非常凑巧的是，这厚厚的沉积岩层今天竟然意外地构成了开普敦桌山雄伟的山体和绝壁，也就是地质学上称之为桌山群的岩层。桌山群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上部为坚硬的桌山砂岩，下部则为潮间带、滨岸平原、多次海清作用沉淀形成的格拉夫洛特组。桌山群记录了风云变幻的厄加勒斯海的发展历史。无独有偶，鉴于当时厄加勒斯海也延伸到了南美洲，如今人们在距离非洲遥远的阿根廷也发现了与开普敦桌山砂岩形成的时代和岩性完全一样的岩层，这充分印证了关于厄加勒斯海形成及演变的推论。可是海里的沉积岩层怎么会变成现今的桌山呢？这又是一个充满巧合的故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时间来到了3-4亿年前的泥盆纪、石炭纪，地球上4/5裂的陆块又开始慢慢的聚合了，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叫做潘加亚的超大型陆块。它由南北两个古陆组成，北边的叫做劳亚古陆，包括了现今的欧亚大陆、格陵兰和北美洲；南边的叫做冈瓦纳古陆，包括了现今的非洲、南美洲、印度、南极洲等。潘加亚超级大陆，尤其是冈瓦纳古陆的形成，使得非洲南部的厄加勒斯海逐渐的闭合。由于受到冈瓦纳古陆拼合的强大压力，厄加勒斯海中的沉积层被进一步挤压推举，形成了剧烈的隆起，就像是现在的喜马拉雅山一样。最终由于这样的一系列地质事件的神奇巧合，在大约2.9亿年前的二叠纪，被挤压推举的厄加勒斯海中的沉积层在非洲的最南端被挤压发生褶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平行山系，这就是开普褶皱带形成的过程。地质学家注意到，当原始平整的岩层受到水平方向的挤压时，就会形成一系列上拱和下凹相间的扭曲，即背斜和向斜构造。一系列的向斜和背斜往往在区域内会形成沿着一定方向延伸的山系。背斜和向斜构造在野外某些条件下有时可以看到很清楚，但是在很多时候是比较难以鉴别的。一般人会认为高山的形成一定是向上拱起的背斜，而山谷则一定是向下弯曲的向斜。但是地质学家告诫人们要历史地看待山川流水，在背斜和向斜形成之后，它们会经历长时间的地质作用，尤其是风化剥蚀作用的摧残。我们现今看到的山峰山谷，在地形上与常人概念中上拱的背斜及向下弯曲的向斜往往恰恰相反。地质学教科书有专门的一章讲解向斜山背斜谷形成的机理，这种现象好像很反常，
但是考虑到褶皱形成时背斜和向斜岩石的受力方向，就很容易理解了。人们也许会问，褶皱带不都是扭动弯曲的岩层组成的吗？但是组成桌山的岩层基本上是水平的，那么桌山与开普褶皱带又有什么关系呢？首先我们必须要肯定的是，桌山确实属于开普褶皱带的一部分，但是褶皱带里怎么会出现铲状平行的岩层呢？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指出，如果缺乏地质思维，将会严重地限制一个人的想象力。先解释一下，所谓的地质思维，就是在地质学的研究中，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都是以超出常人想象的广阔范围作为度量基础的。在地质学中，时间是以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年来计算，而空间则常常是以数十、数百公里来进行度量的。因此不难想象，在一个延绵数百甚至上千公里的褶皱山系中，难免会出现一小段水平的岩层。这里说的一小段，按照地质思维进行考量，可能会是几十甚至几百公里的区域。非常凑巧的是，开普敦的桌山正好就处于这个一小段水平岩层的区域之内。当你从地质思维的角度来看开普敦的桌山时，就不会忽视亿万年以来发生在地球上的风化作用。风化和剥蚀是地球的雕塑师，它将高山移平，用风化产生的岩石碎削把江河大海填充，它与地球的造山运动相抗衡，其终极目标是不断地制造移平面。造山运动与风化作用是地球发展历史中一对永恒的矛盾。人们常常为地球上高山之巍峨雄伟而惊叹和赞美，但往往却忽视了风化剥蚀作用在地形改造上创造的神奇。因为风化剥蚀作用所产生的是减法，人们看到的是高山被风化剥蚀后的剩余结果。因此只能由地质学家重建风化剥蚀之前的地貌，来为人们展示风化作用的强大威力。地质学家绘制的这张风化剥蚀后的桌山示意图揭示，绵绵数百公里高耸的开普褶皱带，在地球的雕塑师风化作用的攻击下，如今只剩下了孤独挺立的桌山。它好像是专门为地质学家留下的一个证据，来证明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消失掉的开普褶皱带。同时它也为开普敦桌山的岩层为什么呈现水平方向的展布做出了一个明晰的注释。桌山只不过是连绵数百公里的开普褶皱带碰巧留下来的唯一证据。由于它位于一个向斜的河部，所以岩层还碰巧保留着大致水平的延伸方向。大自然是何等的奇妙，地质学家
又是何等的睿智，竟然能够凭借一座孤独挺立的桌山，把非洲南端10000年地质变迁历史中的种种巧合串联起来，重建历史，还地球演变与真相。地质学家让我们真真实实地感受到，南非开普敦桌山就是地球变迁历史中一系列巧合事件的神奇产物。我们的地球充满了这样的奇迹。